今日呢又带大家来到澳门一个很著名的旅游景点了，就是大炮台。这个地方呢又名圣保禄炮台，是位于澳门的古老炮台来的，环境真的很漂亮的。那我们今日究竟又请了哪个助教去为我们去展示金堂的内容呢？没错啦，今日我们呢就请了一位很得意又很犀利的小助教 Christy 啊。金堂其实主要都是想同大家去讲一讲德锅究竟是应该怎样做的。好啦，事不宜迟，我们马上开始啊。咁德锅咧，喺当你将只脚劈上去嘅时候，记住个方向系前边，唔好劈左、劈右，同埋俾少少力度，唔好太过细力喺呢个 area。加埋弹跳嘅时候咧，嗰个脚嘅状态就应该系咁样啦。好啦，再嚟嘅就系我哋嘅屁股咧，要有一个左上同右上嘅摇摆嘅。咁加埋嘅时候咧。咁樣先就係一個正確嘅德國啦。咁咧做德國嘅時候咧，其實上身嘅手部咧都係加啲嘅 movement 嘅，我哋加呢一啲嘅 movement 就叫 hand performance 啦。咁大家可以做一個好簡單嘅 hand performance。留意就係隻手咧係向上，呢一隻手咧係向下轉，就變成相反啦。咁持續咁樣去做。同埋注意隻手咧，千祈唔好太開喎，盡量喺我哋嘅身體之內，喺呢個直線上。好啦，加埋德鍋，我嚟睇睇。5、6、7、8。好啦，以下嘅時間就交俾我哋嘅小助教去做俾大家睇，究竟呢一個德鍋係點樣去做好做靚嘅呢？金堂又差不多了，我们下次再见啦，各位拜拜。